下一位入场的是来自哈尔滨东兴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王一涵。开场高手三周，高度很好的一个飞力三周，落并一个步伐滑出。loop 三周，干净利落的后内结环三周。跳进的燕式转，写了两周连接 loop 三周，写了两周连接 Euler 连接后内结环三周，最后换足联合旋转。来自哈尔滨东兴体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王一涵，最后换足联合旋转当中，换脚的时候重心稍有不稳，王一涵的跳跃特点是滑进和落冰滑出都很流畅并且轻松，而且跳跃的高度呢也很可观，高飘远的这样的一个跳跃。第一个摔倒的高手三周，可以回放中看到王一涵的空中姿态非常好，盘腿非常紧，
最后的换足联合旋转，直立提到姿势之后，换足重心受到一点影响，来自哈尔滨的王一涵短节目过后45.13分排在第二位。王一涵本项得分78.93分，总分124.06分。